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灸学专家石学敏教授，以一颗小小的银针开拓了中风治疗之路，打开了针刺研究之门。Kaiqiao Acupuncture Method。中风病现代医学叫做脑血管意外，它包括脑出血、脑血栓形成、脑栓塞等几种类型，在活动中或睡眠中都可以发病。人体的任何部位都离不开血液循环，尤其是大脑，每分每秒都不能没有血液的供应。一旦断绝了血液，就会在几分钟之内出现不可逆转的坏死。正常的血液供应依靠着完整的脑血管系统。高血压、高血脂则破坏了正常的血液血管系统，出现了动脉硬化，动脉内膜粗糙了，形成血栓，造成梗塞。血压的上升，动脉的损伤可以造成血管的破裂，就出现了脑出血，形成血肿，压迫正常的脑组织，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原动力，但是心脏病、心房纤颤可以在心房内形成栓子，这些栓子一旦脱落，则有可能进入脑血管，瞬间出现脑梗塞。尽管发病原理不相同，但是其损害的部位都在大脑，因此其临床症状颇为相似。根据损伤程度的不同，可以分别出现昏迷、眩晕、头痛、半身不遂、语言障碍等症状。现代医学对于脑血管病有着明确的诊断，但是现有的治疗手法都难以令人满意，因此死亡率高，后遗症多，致残率高。很多病人即使是九死一生，也终身丧失了自我生活能力，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负担。祖国医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相应的论述。内经叙述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发为大绝，绝则暴死，气复返者生，不复返者死，即为中风病。Otherwise, he will pass away forever. 石学敏教授博览群书，勤于实践。他看到一个中风病病因论的沿革，竟经历了漫漫两千余载。He has taken a look at the change of the theory on apoplexy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代的张仲景、西晋、隋唐乃至宋代的众多医家，基于外风理论，唐 and 宋 ，they all supported the theory of exopathic wind。
This theory claimed that the disease was caused by the invasion of exoplanets. 自然界之风邪侵入人体而发病，由此而来的治疗方法则为驱风发汗解表。其治疗原则与伤风感冒相同，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因此难以奏效。即使金元明清攻下派的刘和剑御主心火暴盛，脾胃派的李宗元强调正气自虚，滋阴派的朱丹溪则以痰为序，他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但是总的说来，以内外因相兼理论，直到清末内风学说才得到确定和发挥，提出了中风病应以内风为主，其病因病机为阴虚阳亢肝风上扬，其气血痰火泛溢上冲，病因之论众说纷纭，求本治疗足无以入手。针灸家看到中风的多见症状为半身瘫痪，因此后代针灸家皆以伪证论治。宗治伪读取阳明之治疗原则沿用至今，取得了一定疗效。但是治疗未及其本，故而难奏全效。As it did not attack the origin of disease. 石学敏教授纵观漫长的历史，细查中风病之古今，结合中风病的临床表现，终于悟出肝风内动为其端，痰火气血虚为其本，阴阳失衡为其枢转。内风妄动携诸病因上冲犯脑，致使经脉闭阻，脑窍闭塞，脑络失养，神明散乱，这就是中风病的主要病机，窍闭神命。窍闭则开窍，神秘则醒脑，阴阳失衡则调理，经脉闭阻则疏通。因此制定了醒脑开窍、滋阴补肾为主、疏通经脉为辅的治疗原则。病机已阐明，治疗原则也已确定，但是一个良好的针刺方法的确定却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石学敏教授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筛选有效针刺穴位，试验有效的针刺方法，反复对照，细心体验，终于总结出人中内关、三阴交、极泉、尾中等有效穴位，并确定其最佳针刺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种中风病的最新治疗方法——醒脑开窍针刺法，终于问世了。疗效卓著，无副作用，很多情况下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瘫痪的肢体针刺后立即恢复了功能，神志不清的病人恢复了知觉，
失语的病人开始说话。Over 10,000 patients have been treated with this method. 历经16年，治疗一万多人，住院系统观察者3207人，治愈率达到57.8%，有效率达98%。先刺双侧内关，进针一寸，施扭转泻法一分钟。内关为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心包者心之外围，其之功能为带君行命，带君受邪。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主神明理思维，针此内关可醒神开窍，调理气机。手法要求为双手操作，同时进行。再次人中施雀啄手法，治流泪或眼球湿润为度。人中为督脉之要穴，督脉通于脑，督一身之阳气。经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针刺人中可醒脑调神。人中内关相配，可达醒脑开窍之目的。And 内关 together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ctivating the brain and opening orifices. 三阴交。沿胫骨后缘与皮肤呈45度角，斜刺一寸。The needle inserting method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one. 醒脑开窍的三阴交改变了传统的针刺法，沿颈骨后缘进针。三阴交为足之肝脾肾三阴之交，肝藏血，脾统血，为气血生化之源；肾藏精，五脏六腑之精结缘于肾。凡中风病患者多为肝肾阴虚之体，针补三阴交可补益肝肾，治疗其本。施提插补法，令下肢抽动三次为度。尾中 When needling 尾中 The doctor should fix the patient's knee joint in the raised and stretched position with his 医生以肘关节固定患者的膝关节，将下肢抬起，使其伸直成一条直线。进针0.5到1寸，Puncturing 尾中，施提插泻法 ，with reducing method by lifting and thrusting the needle until the lower limb twitches 令下肢抽动三次为度。
尾中为足太阳膀胱经的合穴，膀胱经主经之发病。针刺尾中，使提超信法，激发精气，舒筋活络，运行血脉，恢复其功能。拳在极拳下1.5寸处。When puncturing 极拳 ，one must needle the point which is 1.5寸1-1.5寸 of the fixed 极拳 point， 以上肢抽动3次为主。Needle perpendicularly 1-1.5寸。在腋窝正中，腋窝内腋毛多，汗腺丰富。为防止感染，本着宁失其血，勿失其精的针刺原则，在极拳下1.5寸处进针，直刺1-1.5寸，令上肢抽动3次为度，取适当的体位进行针刺。尺泽，上肢呈半曲位，直刺0.5-1寸，使提叉信法，腕关节抽动3次维度。合谷，向二尖方向刺1.5寸，为疏通经络、恢复手指运动功能，改变了合谷传统的针刺法。改为向二尖方向刺入1.5寸，针尖抵住食指、掌指关节，使捻转泻法一分钟，可使络固的手指张开。施提叉泻法，可使握固的手指张开。反复中风的病人可以出现一种叫做假球麻痹的病症，表现为吞咽发呛，时而哭泣不止，时而嬉笑不息，常常因为营养不良、吸入性肺炎而导致死亡，实属国际公认的不治之症。由于不能自行进食，没有咀嚼功能，只有向胃管补充营养来维持生命。Xingnao Kaiqiao therapy is quite effective in treating cerebral palsy。醒脑开窍针刺法却能使其获得新生。先刺双侧内关，使捻转提叉手法一分钟，再次人中，施雀啄手法，至眼球湿润或流泪为度。Until the eyeballs moisten and a teardrop has fallen。
针刺风池一分风池捻转补法一分钟腕骨 with reinforcing method by twirling the needle with high frequency and a small amplitude for 1 minute 针刺风池一分腕骨三个穴位需小幅度高频率捻转补法每对穴位一分钟请注意针刺的方向在这里方向是至关重要的三对穴位的方向均向头头手法操作也必须是小幅度高频率否则是无效临床治疗113例治愈率达57.65%有效率达98.98%很多病人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就可以拔掉胃管自由地进食患者经过一星期的治疗完全恢复了健康吃面包喝牛奶谈笑风生判若常人中风来势凶猛有些病人则出现了呼吸困难奄奄一息这就是临终前的中枢性呼吸衰竭现有治疗手段均无任何效果死亡率几乎是100%次气舍可抢救一部分患者的生命临床治疗26例成功率达27.2%看到这位先生谈笑风生举止自如的样子您可曾意识到他就是用一颗银针从死神那里夺回来的一个中风先兆患者头痛头晕四肢麻木无力语言不清口眼歪斜为中风的前驱症状Of 110 cases treated with Xingnao Kaiqiao method, the curative rate is 61%. 运用行脑开窍法治疗110人，治愈率达61%，有效率达90%。随访3年，复发者仅5%。Points selected for the treatment: majors, 内关、人中、印堂、风池、上心。And 白慧 Minors
鸡泉尺泽尾中 and 香烟椒人中内观的针刺手法要求与正方相同One Tun with producing method. 内观 and lifting and thrusting 起双侧内观见针一寸使捻转提插泻法一分钟在此人中是去折手法治流泪或眼球湿润为度印堂是去折手法一分钟印堂的去折手法叫人中幅度要小用力要轻人中持上心后摆会积施小幅度高频率捻转补法一分钟朝咽喉的方向刺 1.5 到2寸它改变了传统的针刺方向实验证明应用此穴刺法可以明显地改善基底动脉的脑血流风池 1.5 to 2 寸toward the throat. A different method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心后百会以雀啄式进针可以明显地减少针刺的疼痛此针刺法具有醒脑开窍镇静安神的作用 Thread needling from 上心 toward 百会 has the effect of activating brain opening orifices and tranquilizing极拳尺泽尾中三阴交的手法要求与中风病相同in the treatment of aura of apoplexy are the same as that of apoplexy 极拳 puncture 极拳尺泽 and 尺泽让患者的上肢呈半屈位令上肢抽动三次维度 flexion posture尾中 puncture 尾中令下肢抽动三次维度 and 三阴交 until the lower limb has twitched three times 三阴交令下肢抽动三次维度没有
比较就没有进步。统计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实验结果的尺度。根据统计学的原理，研究组将醒脑开窍针刺与传统针刺法进行了比较。选择60名病情相近的患者，随意分为两组，各组30人，分别采用醒脑开窍针刺法和传统针刺法进行治疗。观察对比其临床效果及血液流病学的变化。The blood viscosity of the patients with the Xingnao was greatly improved, while those with the traditional group showed no change. 结果证实，醒脑组治愈率为76.67%，传统组为36.67%，有着极显著的差异。血液流病学的结果表明，醒脑组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血液粘稠度，传统组则如此功效，两组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临床电生理学的观察表明，醒脑开窍针刺法可以明显改善脑血流供应，改善微小血管的循环状态。为了研究针刺原理，研究组进行了小白鼠耐缺氧实验，结果表明，此针刺法可以明显延长小白鼠存活时间。十几年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鉴定，一致认定为研究成果。中风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症，在我国发病率高，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醒脑开窍针刺法作为国家七五攻关项目，自1986年起开展了又一场攻坚战。为揭示醒脑开窍针刺法的针刺原理，为了了解机体对针刺的客观反应，在石学敏教授的主持下开展了动物实验的研究。现代医学的研究证实，导致脑血管病的主要因素为高粘滞血症、高血压症、高脂血症，实验就从这三者入手开始了。首先就是要有这样的动物模型。为了制造高脂血症动物模型，用高脂肪饲料喂养大白鼠，提高它的血液胆固醇含量，提高血液粘稠度，然后人工制造血栓，关闭脑动脉，在头部开一个骨窗，以观察脑血流，进行脑血流变化的定量分析。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cholesterol level was remarkably lower than in the non-treatment groups. Its cerebral flow greater, and the ability of deformation of red blood cells better.这样就完成了高血脂、脑血栓、脑缺血的动物模型。众所周知，
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对于患者是不能进行空白对照的。就是说，为了对比确认某种疗法的有效程度，就必须用一组不治疗的来对照。运用于人体是不人道的，而动物却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动物实验的作用之一。正式实验开始了，将所有动物的模型不加选择的分为三组，一组为醒脑开窍法治疗组，一组为对照组，就是不进行针刺，另设一组普通饲料的空白对照组。这样一种严格的统计学设计，就为实验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结果表明，治疗组的胆固醇明显低于非治疗组，脑组织血流明显增加，红细胞变形能力良好。经统计学处理，三者有显著差异。醒脑开窍法对于高血压的影响的研究是在日本北理大学医学部进行的。应用了自然发病的高血压大白鼠和正常血压大白鼠，随意将其分别分为三组。一组进行醒脑开窍法针刺治疗，称为醒脑组；一组针刺非穴位的某部位，称为非穴位组；一组不做任何治疗，称为空白对照组。经过14天的观察，发现高血压大白鼠的醒脑组血压下降，非穴位组及空白对照组没有变化，正常血压大白鼠的三组血压均无变化。经统计学处理，各组之间有显著差异，这表明醒脑开窍针刺法可以降低高血压病的血压，而对正常血压没有影响。三组动物实验均取得了成功，它表明醒脑开窍针刺法取得临床疗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降低了血脂，降低了血液粘稠度，降低了高血压，增加了脑循环，改善了红血球的状态，使大脑组织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功能。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鉴定，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被评为国家级临床研究基础研究两项成果，天津市级临床研究基础研究两项成果，并且被评为有重大理论意义。针灸科在石学敏教授的主持下，在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刺手法量学的新概念。创造了斯洛疗法，
对中风、冠心病、无脉症、支气管哮喘等多种病症进行了临床及基础研究。1986年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同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研成果乙级奖。石学敏教授的针刺技艺炉火纯青，独成一派，清洁华丽，流畅舒展，急则如闪电，缓则如流水，令人耳目一新。